看看新闻网。好的，说到有一段时间没见的吴君如呢，最近她和老公女儿一起出现在香港机场，准备飞去美国。对，吴君如此行呢可是要去接受一个奖项的，就是美国纽约亚洲电影节颁发的亚洲之星奖，就是这个抬头好大，应该是个非常高大上的奖。而吴君如也的确是获得这个奖项的首位亚洲女演员。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呢，他们是很接地气的，就想出去玩一趟，打算全家一块儿到那边度假游玩一番。来看一下。很兴奋，因为真的又其实拿奖对我来说是当然很有意义。作为首位获得亚洲之星大奖的女演员，吴君如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，领奖的礼服已经准备得妥妥当当，走的也是大方得体的路线。刚才有朋友问我你露什么，我说没什么好露，所有都是我觉得大方得体吧。接着这个小机会，陈可辛和小女儿也跟着吴君如一起飞到了美国，来一次暑期的亲子游。一家三口就可以待在那个纽约，就过一个暑假吧。娱乐新天地，能过个暑假真好。编辑报道。